我有个朋友，他说我给你们表演个绝活，就拿着筷子起那个啤酒那个瓶盖，就是没起好。就是都是快手上和抖音上都好玩这个胖家伙胖家伙，我说别崩着人，没等我落下话音呢，给我崩着了。当时做了一个练习灯的这个检查，在练习灯下发现这个患者的左眼，眼球是塌陷的，这个角膜，也就是咱俗称的黑眼珠，有一半以上，全层破裂了。